我和他从出生就认识了，做了6年的邻居，我追了他近10年，他终于答应了。他就是瑞月广告的项目总监林耀。是。准备好了吗？嗯，随时开始。走吧，走着。说什么？真要认吗？不可能，肯定是澄清。哎，这公司怎么安静？前段时间网上有传言说我借工作之便和一个大龄女青年同居了，所以我今天特意来做个说明。果然是假的，他确实是我的同事，吓死我了，但更是我的女朋友。我和他从出生就认识了，做了6年的邻居，我追了他近10年，他终于答应了。他就是瑞月广告的项目总监林耀。是。妈妈说多少遍了，要叫叔叔。你好就知道什么是爱了。哎呀，怪我们，你说搬什么家呀，要不然早成了。原来他学音乐是因为样样。陈家老陆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呀？有梦想是对的，咱必须支持。对对对对对，是吧陈总？这这这这这。哎呀，真好。哎，要不然现在是不是都该抱孙子了？点赞有什么用啊？我让你转发，评论再转发。好冷啊。冷，谁不会冷？你们就能保证自己永远18岁？跟你们讲，姐年轻的时候美着呢。这世界很酷。